就爱女主播，主播都爱嫁豪门。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台湾主播界因为有陈柏霖、吴怡洁、唐可山成功嫁入豪门，让一般人总对主播有喜欢高攀名门的刻板印象，但其实还是有不少主播选择近水楼台先得月，与男同事朝夕相处后觅的真爱，后来嫁入同一门的例子。陈嘉怡，还是主播李钟燕在尾牙上以惊喜影片向交往六年的同台主播陈嘉怡求婚，李钟燕安排亲友团在尾牙中途脱稿演出，他拿住高跟鞋造型的戒台单膝下跪告白：嘉怡，乃愿意嫁给我当我一辈子的公主吗？不仅女方喷泪，连求婚的李钟燕也感动落泪。